我现在就是要找箱子，谁敢阻拦我找箱子，我就撕谁。嗨，我的箱子，走吧。我看一下我碰到的人，我能不能撕？能撕我就撕，不能撕我直接按。各位玩家请注意，距离红桃七陈哲远淘汰还有5分钟，倒计时开始。我看一下我碰到的人，我能不能撕？能撕我就撕，不能撕我直接按。哦，好嘞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炸弹解除失败，陈哲远 out。我本来就想按黑桃的，刚刚我坐下来不小心碰到了。要不我哥子去选烟？那我去猜我的啦。我要选择相信他吗？你自己选。人生有很多个选择，只要相信自己，永远都是对的。人生也有很多的废话。爱慕西长白山蓝莓梅花，只要你犹豫了，就炸弹解除失败，周深 out。里面是啥呀？方片。我也来感应一下，来到了我的人生交叉口。但你犹豫你就输了，想到就直接按，什么都不用想。恭喜你，炸弹解除成功。怎么摆？咱们俩就随缘摆。随缘摆，闭着眼睛。行，你们先扑是不是？好，不能看的啊，这个不看不看。我们摆的这个很有战术。周深，你是当我瞎吗？啊，周深。好，来吧。好，现在请黄队报颜色。我们让他先站在红色。红色。我这样方便点。来个翻译，尊敬的，右脚黑色。行，可以。凯哥，右脚。啊。左手放在红色板上。你看。哎，完了。右手去白色，两位的右手去往两块不同的白色 MC 垫子上，应该是铺开了。我只能说呀，这一把随缘吧，得喝不少啊。太好砸了，请黄队开始进攻。哇，未砸中。哇，未砸中。哇，小小队里面都发出了哇。哇，就砸刚那个地方就好了。砸中，完了！砸中！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？右边也可以攻击一下，别老往这边。你还要缩被子？我这，
没事吧？打中！哎呀！你们俩呀，泽远以后不过了呀，泽远。泽远，没事没事，我对不起你。王队得四分，对不起。我没事。接下来，请两队互换位置。为自己的随性买单了。随性我买单，凯哥，你放心。一会儿谁砸了你，你得好好的，这得还回来。对，那把白的是不是？大哥，那个泽远是抢了你哪部戏呀、啊？这么恨？炊事班的故事。现在请蓝队来报颜色。灰色。还是回右脚。哇哇！左手白色。两位的左手去往两块不同的白色 MC 垫子上。三哥，你反过来。得嘞，又送走一名。右手，白色。两位的右手去往两块不同的白色 MC 垫子上。哎呀！请蓝队进行攻击。那个瞄准好了啊！你唯一能报仇的机会就是这一次了。你唯一能报仇的机会就是这一次了。你唯一能报仇的机会就是这一次了。砸中！啊！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未砸中，啊！别浪费，别浪费，别浪费，要调整，要调整。未砸中，怎么别人砸我们那么容易啊？就是远了。最后一颗了。未砸中，啊？还没砸。真的假的？你这都没打中，这都没打到，看着都没打，看着都打不中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运气，运气，运气，纷纷都在附近。那你那个没打中也挺难，正中的。好，大家的讨论非常的激烈，但是因为现在棋子来到了检查站，所以这一局的国王与棋。可以选择一位玩家对他所属的阵营进行查验，在国王选定一名玩家之后，我们会将该玩家的真实阵营牌去除，并将剩余的两个阵营牌交给国王，国王从中任意选择一张就可以知道他不是哪个阵营。觉得你验一下陈哲远。查陈哲远吧。啊，我也觉得查陈哲远。如果查他不是黑，那他肯定就是 Joker。 对啊，对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什么？为什么我是 Joker 啊？因为你刚才一直在问 Joker 的问题。这个黄的怎么走都会输啊。不会啊，因为这个黄的最后会走到黑的这里。你就是国王吧？他一直担心黄的进不进。走到这儿，他再往这儿走，然后往左边绕一下，就到黑的那里去了。Joker， 好像自爆了。你一直在以 Joker 的思路在思考问题。请与其进行选择，你要查验的成员是谁？陈哲远。有请。他不是，
Joker。不是 Joker， 那我是红的吧？好人，我觉得他是好人。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身份。平民是最惨的，他连自己队友是谁都不知道，就是很孤立无援的一个状态。黑的再赢一把，黑的就赢了。所以就算选了一个 Joker 进来，他也不会选黑的出来。所以一定不能选黑的。骑士比较重要。我先说一下，我觉得刚刚被转换之前的绝对的红是哪几个？我、晨哥、马伯骞、宋雨琦、大大跟 Baby 之中要选一个红出来，比较相信大大现在。现在我选一个王后是雨琦，骑士是马伯骞。我的想法是，就算马伯骞被 Joker 转化了，他也不可能投一个黑的出来。 Joker 如果这局投了黑球， Joker 也输了。你为什么不选他做骑士啊？我他绝对是明红。那你来当王后。可以。与其当骑士。与其当骑士，我反对。我反对，因为我想当国王。我管你们选谁呢，我不在乎，因为我想当国王。只要你把张大大和与其换一下身份，我就不反对。我要张大大当骑士。我同意你是红，因为我是最高身份。沙哥还有可能是红呢，他从头黑到尾，你说他是红的，你换不换？不换。所以这时候红的要举，这样他可以选那个红的。我投票。对于这一局的国王陈哲远的选择，你们是否要行使否决权？要行使否决权的成员，三二一之后举起手中的权杖，两票就可以使否决生效。三。一，三票否决生效。现在请陈哲远从行使否决权的范丞丞、沙溢和李晨当中挑选一位新的国王。陈哥，你糊涂啊！他俩铁黑。沙哥这演技真的当真佩服。陈哲远当王后。来，我们对于这个组合大家是否认可？三二一，好，组合生效。赢下这一局，加油啊！请国王、王后和骑士前往各自的房间。两张红牌。请骑士前往出牌间做出最终选择。哇，这历史上最久的一次。骑士的选择是红桃。啊，吓死我了！一张红，一张 Joker， 我选了红。Joker， 对。一张红，一张 Joker， 我选了红。一张红，一张 Joker。Joker， 不可能！什么东西？你插的什么牌？我进去之后，我直接抽到两张红的。我还想问大家，抽个红这么难吗？我也两张红牌。我也两张红牌。我没有骗人，一张 Joker， 一张红。现在请张大大挑选你的王后和骑士。
你要是不信我，你选我当皇后也行。我不给你选择，你不相信我，但是我保你个红。可以啊，她当皇后，我当骑士。我选王后宋雨琦。骑士陈哲远。这把肯定会被否掉的，因为凯哥手里的否决还没用，周深手里的否决也没用。我们也要举，我们举我们才能保啊，因为我们在选择范围之内啊。不用保，他们下面如果我们还不同意，我们俩举就行了。好 ，OK， 好好，明白。张大大已经选择了两位，目前场上还有六个权杖。接下来请成员来表态，你们是否行使否决权？三。二一，哎，三个，四个，四票，否决权生效，所以这个组合被否决，说明这个选择是对的。两个坏的进来反对了，陈哲远应该是 OK 的吧？哲远选哲远，我选你，骑士吗？他是骑士，你是王后。现在我们场上只有最后的两根权杖，也就是说这是最后一次可以否决的机会。 Baby 姐有问题。为什么？他们里面肯定有鬼，我告诉你肯定有鬼。为什么他选了 Baby， Baby 再选张大大，为什么呀？他当骑士怎么了？他当骑士怎么了？哲远哥，如果你信我你就举。你们三个上去吧，就这样了，一把就这样了。我觉得你不要举了，不行，真的不行。我的天哪，哲远，你看他最后机会，他在拉票了。你真的信我？宋雨琦把票留下来，对，宋雨琦是真的留到最后一轮，这是最后一轮了。我是要留红的。我觉得宋雨琦很有可能是 Joker， 我们现在都觉得他是 Joker。 我真的是红的，我赌了。你不要再受他们忽悠了，我从头到尾我都没有欺骗过你，就不要再纠结了。真的，这样咱把棋到了最开始再重新玩一把行吗？这别藏了。目前手中还有权杖的是雨琦和陈哲远，你们是否行使否决权？为什么他选了 Baby， Baby 再选张大大，为什么呀？否决生效。真的是，我觉得听天由命吧。哎呀，我先说一下，我觉得绝对的红是哪几个？我马伯骞、宋雨琦，然后大大跟 baby 之中要选一个红出来，但是比较相信大大。现在不，你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 baby 姐是坏的。哎，我怎么就是坏的了呢？我每一次都那么做好，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是坏的呢？因为白鹿也是坏的，他一直在帮你说话。如果你觉得是这样。没关系，今天晚上红了输了咱们再把这一季重录一遍。时光倒回，接下来请 baby 从两位否决的成员当中挑选一位成为新的国王。我只能选陈哲远。陈哲远当选新的国王，现在请陈哲远挑选你的王后和骑士，这也是最后一次选择。选大哥当骑士。我能相信你吗？你听发言，听逻辑，看我的眼睛。陈哲远，就他是骑士，我就选他是骑士。哲远，我一定是好的。那我这个王后选宋雨琦是可以的吗？你可以选我，我宁可你选陈哥。宋雨琦，如果他是坏的，那又怎么样？我自爆，我是好的，我自爆。你直接选我那张牌就可以了呀。我就跟你说，红的今晚不可能输。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天哪，好紧张啊！马上就到了我自证清白的时刻，我万事成，你给我等着。
居然说我是 Joker。 请国王抽取两张牌。两张牌，完了。I see it all before me. My past are restless wonder. 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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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My days and nights of torment, a world of misery. 我就跟你说，红的今晚不可能输。The bonds of retribution. 你一定不能是坏的。Now it's okay.I cannot shed my pain so easily. 骑士放弃选择。他爆了！他爆了！我选择自我牺牲。啊！等一下，他们肯定在做节目效果。我抽到了两张黑的，我也是两张黑。你们肯定做节就抽到了，我不可能抽两张黑。我们俩全是。下局把牌拿出来当面抽，你们一张一张翻，看我们做不做。不可能，我相信姚导，我跟姚导说过了，绝对别那么弄。这一局的国王依然是陈哲远，王后依然是雨琦。接下来就请哲远从剩余的成员当中挑选一位骑士。哲远，你再想一想。马伯骞啊。哲远，你再想一想吧。可以，让你想的都有问题。快进去吧。这个是老 Joker， 快进去。这么顺着他，快进去。妈呀！哲远，你的判断是对的。我不知道他投什么，但我这一局一定要投一个红出来。你叫肯定，好不好？请国王、王后和骑士前往各自的房间。这么开心、啊？你进去看吧。马伯骞不可能是坏的，送雨琦红出。请国王抽取两张牌。That's life. That's life. That's what all the people say. Yes.